接下来呢，为我们演唱的是我们编号二号的参赛者王树美小姐，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台语歌曲《伤心小城》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好声给咱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以及现场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。我们再重来一次，因为这支麦克风没有声音了。哦 ，OK， 麻烦再重来 DJ。
相信哪有变不同意，情不尽惜，我将呀求你哪肯休息下下心，谢谢我们二号的参赛者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。